好卡。哦。哎、欸，搁转来一届。哎、欸，对，安尼强度拢会维持，为下卡、甲中、甲顶头。啊，咱的卡拢是同款的动作，非常之简单。朋友啊，若讲哦要做志工，迄是要去服务别人对无？伫咧服务别人之前咧，咱嘛先服务家己的身体，甲家己的身体健康啊过好势哦。所以啊，咱伫咧厝内咧，爱不时拢爱运动，只有运动才有法度咧提升咱这个吼身体机能。咱今日哦，依然是邀请到咱上届专业的品彦教练，教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彦。教练啊，咱伫咧厝诶吼，有真侪即个时段啊，吼阿公阿妈啦、叔叔阿姨啦，吼、大家若是想要做一下运动，因为要去外口要，有诶时阵感觉惊吓吼，袂当关注啊是安怎？伫咧厝诶，敢有法度做一寡有氧诶？当然嘛是有法度啊，只要咱有一寡音乐、一寡速度，吼、其实。比你平常是行得较紧一寡寡，诶，应该其实都足适合吧。都足适合吧，对无？啊，厝内面诶，譬如讲一寡桌啊、椅啊，先刷开哦。嘿，那会使话尽量刷开。啊，那真正无法度，咱今仔毛教大家一个，就是咧你诶，徛着即个所在都有够诶运动。安尼哦。嘿，啊配三个动作，手三个方向嘛是会使做。所以第一个就是爱先有即个音乐，对无？对，尽量安尼，你有一个同款诶速度，安尼强度则袂向向强向向。哎，今日老师咧已经先准备了一个非常赞的音乐，哦，有滴啊 disco 的这招，我爱听看卖，好不好？老师 concern of the music， 来喽，好来，把你的两只脚脚啊来走路，正脚倒脚，然后轻松的两只手叮当，头一个动作足简单的，先去听你的这个音乐，哎，感觉伊的速度会伤紧啊，伤慢无？好，那是买就是这条就适合你啊哦。好来，准备把你的正脚脚给我，正脚头前点一个，正脚。倒卡，哎，把你的卡尖搞起来，正平，倒平，真好。啊，卡头虎溜溜啊弯弯，卡撑配向后边，塞出去，塞出去，四摆，三摆，咱要加咱的手啊哦，来手头前后边，敢那扫涂骹的感觉，有简单啦吼。安尼好起来，平常时有咧扫无？有哦，有哦，安尼你的手绝对无问题。正平倒平，同款咱的卡拢无停落来哦。咱等下改变咱的双手哦，来双手放胸坎，甩出去，头前后边，头前后边，头前后边，哎，啊，身躯同款保持停好正就好啊，啊，够通着啊，保持你的笑容，正脚倒脚，来四个，三个，准备双手向顶悬，哦，啊，那咱手内无爽快的人，会使较低一寡寡，九十度，五十斤。嘿，摸唔着，那就较低，较低一寡寡，甲你袂无爽快迄个角度。来，搁做四个、三个，来，跪头一个开始扫涂骹。哦，哎，搁转来一届，嘿，对，安尼强度拢会维持，为下骹、甲中、甲顶头，啊，咱的骹拢是同款的动作，非常之简单。好，来，双手向头前甩，胸坎的所在。虽然哦，咱动作简单，但是吼、哦，咱跳起来其实嘛是会淡薄仔喘哦。所以你若会感觉喘的人，爱大力的舒开吐开，调整你的喘气哦。真好，来双手向顶悬，嘿，嘿，真好，来正脚倒脚，同尾啊八个，八、七、六、五，各做四摆。对头，搁一届扫涂骹，搁会记哩无？哎、欸，一届就记起来啊吼，有简单啊吼。正脚倒脚，脚掌配溜溜啊，为后壁屈落的感觉，和、咱的动作愈来愈困难，真好哦。来，双手向顶头头前甩出去，哎、欸，很好，双手甩甩。哦，所以有溜啊，要坐落来的感觉。嘿，对，平常时吼上门的这个动作，但是咱平常时拢做一届，一届做较一届。来，双手向顶头，加油加油，身躯有淡薄啊热热无？有诶，规拢烧起来咯，拢烧起来哦，烧起来要安怎？哦，烧起来就爱诶吹电筒，哦，烧起来叫爱叫拉回车哦。喂，嘿，好，来，双手向下骹扫涂骹，加骹倒骹，同尾啊一摆啊哦。好，加油加油，坚持到底，无唔对。为着咱的健康，正脚倒脚，来双脚拍开，双手舒开，好开，给大家一个掌声。哦，
哇，教练啊，这个动作其实咱伫咧电视机面头前就会当做安尼，非常简单啊，随时拢会当做。我唔 对，尤其是看你甲看我安尼。主要伊这就是诶，那舒开啊，那运动会当提升咱身体诶多一个部分。基本上吼，咱先苦头一个训练就是训练咱的体力。咱要运动一定要有体力，无咱做一个两个都忝嘛。是，安尼其实身躯哦训练的这个程度都会较少。哦，所以咱为着要让咱身躯较侪训练的机会，就是要会做长时间。嘿，所以咱拄只安尼差不多三分外钟。安尼哦。嘿，啊咱头一届跳一遍，第二届会使跳两遍，一遍一遍豆豆啊增加，豆豆个增加去，嘿，无唔对，到落尾跳半点钟嘛是，你若真正会跳到半点钟嘛，算你厉害啦，对呢，嘿，啊，这个是对咱的这个血氧，跟咱嘛是真有帮助对吧？这个运动叫做有氧运动，主要就是和咱的身躯吼做一个氧气的交换，所以你的身躯的体力的变化，主要是因为咱舒开甲透开这个交换的能力的变化。无唔对，就是安尼。所以吼，咱今日讲的是要去做志工，啊，要去做志工，要去服务别人，是不是服人来服务人，对不？所以咱就必须要把咱的这身体机能啊，各方面啊，用个上介好势这状况之下，你才有法度去帮助别人啊。是。